跟你一起生活之后，才觉得对你真的太失望了。像这样兴师问罪的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跟我结婚，你后悔了是不是？你怎么会抛下孩子们离家出走？我以为我不在家，你会懂我的重要性。结果我一走，你就把野女人叫来家里。你根本比不上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幸福的反击》。